笑吗？铁拳团新兵连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新兵们参军以来最长的一天。这一天从早到晚都是苦课。铁拳团的新兵连，全军区没有人愿意来的一个新兵连，他们来了，他们做到了。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，大家回去写体会。你谁啊？我找他。你哪个连的？胆儿不小。班长，我应该是你们连的。什么？班长，我去处理。去。干什么？你我想说，这八子弹一个弹孔，去神枪手四连的人应该是你，而不是我。这兄弟有事可以找领导啊。来，我们这儿闹事。来，你快出去！你给我说明白啊！没用，你放开他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闹事！小心，班长，班长，我成功，倒过来欺负人是吗？你，放开！别打！放开！别！放开！别！我来！班长，放开我！干什么？连长，怎么回事？报告，连长，他来咱们六连闹事儿。行啊，新兵就敢闹事儿了啊！看我们六连好欺负是不是？你是哪个连呢？啊，神枪手四连。报告！报！鲍连长，我应该是你们连队六连。什么意思？报告，报告连长，我想给你看样东西。连长，你看这有几环？行啊，两颗子弹一个弹洞过去的，100环。你咋办？他的。他撞死了。那么，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合成光这个事？合成光是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学科，在我们国内的传统武术套路中，多次获得冠军。但是，这是第一次参加自由搏击的亚青赛，应该说，在这个领域，他是个新人，能走这么远，出乎大家意料。这么说，这是一场中国传统武术和泰拳到底谁更加具有实战价值的对抗赛？首先，可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局长。现在空军已经成功地拦截到了短波电台的信号。我的天哪，
侯爵，你是怎么想到他们会使用短波电台的？如果我是他们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这么做，所以我就未经允许直接联系了空军，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。你做得很好，给我提了个醒啊。这帮家伙是高度军事化的恐怖组织，要用军队的思维来进行反击。谢谢局长夸奖。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地拦截了恐怖分子所有可能发出的信息，他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。下面我们就该考虑如何展开营救行动，把人质安全地救出来。我们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。少校你怎么看？既然这是公安的行动，我们特种部队全力配合。现在我们有多少突击力量？市局特警支队的猛虎突击队、解放军特种部队的雷电突击队、武警东海支队的山鹰突击队，一共有3支训练有素、装备精良的突击力量。还有一支突击队，火凤凰女子特战队，现在他们已经盘踞在里面，而且持有缴获的武器。4支队足够。你看，我们这样。报告，我们抓获了2名女性，她们自称是火凤凰特战队员，由沙滩求助上岸。我要马上见你。去吧。站长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医生，医生。为什么？我们推断应该是为了这个人，赵云明，跨国药企华盛集团董事长，生物科学家。他来本市是参加一个商务会议，他每次来本市一向住在情人岛上的度假村，所以我们确信恐怖分子是为了绑架赵云明而发起的恐怖袭击。他有什么特殊价值？他研制了一种配方，可以被用来制造某种特殊物件。当然，他现在已经放弃这项研究了，但是我们确信他有这个武器的配方和样本。大费周章就是为了获取配方和样本。这个武器对我们人类的危害将会是灭绝性的。它灵活多变，适应性极强，它可以针对一个特定族群发起攻击，对其他族群完全失效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恐怖分子得到这个武器，也就得到了灭绝种族的杀手锏。不能让他们得到这个。当然，赵一鸣不会把它放在身上的，它应该是秘密存放在某个地点。恐怖分子来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配方和样本的储存地点，当然可能也有密码。恐怖分子这是一招死棋，而且我相信他们既然能来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以这个前提为考虑。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打进去？是的，局长，时间对我们来说更重要。我们没办法要求一个生物科学家能够挺得住恐怖分子的严刑拷打，也许现在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招了。报告，我们已经设置了无线和有线的防火墙。